刚刚公布的三月版号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游戏？定睛一看，107款的大部分都是休闲益智手游，看来这个游戏市场我是看不懂了。但是解线机、诡秘之主、星塔旅人、春之歌、维斯塔的餐桌、异世界的城主大人、从零开始梦境、飞跃红境等精品游戏还是值得让人期待的。毕竟这些产品本身的研发背景、资金与技术力还是比较强大的，尤其是解线机与诡秘之主。哦，对了，明朝也将在今晚订单5月23日公测，看来2024年的游戏市场竞争要正式开启序幕了。也不知道绝区零啥时候删测呢？还有中末地的恶测，谁能来告诉我？解线机是本次版号里我最期待的了，感觉这款游戏属于西山居的亲儿子级别，但是一直没有拿到内测资格。游戏的机甲战斗玩法有很强的厚重感，甚至机甲还能变形，在战斗过程中切换形态自由攻击，当然从宣传片来看都让我热血澎湃，想起小时候沉迷的擎天柱。西山居最近的城白禁区也挺火的，已经停服的笔界也是我的菜，所以我有预感解线机也将是我的菜。而诡秘之主是一款 MMO， 作为 IP 改编的游戏，我现在非常的心慌，毕竟它的背景是腾讯，如果和斗罗大陆、斗破苍穹一个鸟样，我主观认为早死早超生。但是小说和动漫该看还是要看的，就和斗罗大陆、斗破苍穹一样，那句复活吧我的爱人依旧像是昨天发生过的事。至于维斯塔的餐桌是一款女性向恶游，我不太敢过于主观评价，怕被挂到厕所里去，但是深入了解后发现这款游戏已经接近一年没宣发了，要不是这次获得版号我都不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。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在卷星穹铁道头部作者，结果是虽然卷上去了但是差点饿死了，还好400块能过一个月。好像有点跑题了。维斯塔的餐桌它的设定还是不错的，并且可以通，不论是男主还是女主，可攻略对象有男有女。我怎么突然兴奋起来了？另外我不是男童啊。然后就是星塔旅人、春之歌、从零开始梦境、飞跃红境、异世界的城主大人，目前网上几乎都没有这五款游戏的具体信息。其中从零开始梦境是沙盒建造游戏，玩法可以参考方舟生存进化或者最近很火的幻兽帕鲁，就不知道到时候付费模式是怎样的了。而另外四款除了部分有 PV 或者开启过手册外，几乎没有任何信息了，连官号都没有，让我非常难受，因为这部分文案给我整不会了，要是红屋集连3分钟都没有，这说出去多丢脸啊，那人人都知道我很短了。星塔旅人是优心研发的，这家公司代理过外服的明日方舟、深空之眼、碧蓝航线，还有国服的蔚蓝档案，所以实力应该是可以相信的，毕竟如今的恶游没东西是真的活不下去啊，现在可是后原神时代的序幕章节了。以上就是本月版号盘点杂谈，毕竟107款游戏不可能每款都介绍到，但从分类来看这次益智游戏这么多，说明市场调研出来会有这么多的用户，当然也不排除这些游戏会是换皮捞钱什么的，就需要大家等这些游戏公测后自己去辨别了。反正玩游戏真的别混圈，别在乎某些软件的评论区，那样你才能体验到游戏真正的过程。毕竟如今这个年代玩家的选择那么多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多试试的，这就和谈恋爱相亲一样，一次性多试几个最好，别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本期视频就唠到这，看在无极爆肝的份上，求个点赞分享冲一波数据，这是手游区圣战圣地一生的请求。喜欢本期视频但没点关注的朋友们也麻烦关注一下，我们下个月的版号盘点杂谈视频再见，喵。